这一家我来的次数很多，所以我很清楚。你喜欢吃这里的炒牛肉还好？对，这几十年了、啊，好吃吗？出了哦，非常好吃。啊，那哪一家？哦，就赞。我大概看过台北市少数几家好吃的沙茶炒牛肉。你知道你被拍这个照片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很晚了嘛，那大概。欸、快九点了，所以你是烧行程料的时候哪些啊？你我我记得我是从对我大概我如果到这边，我大概是从议会啦，因为我议会我都会下班在哦那时候很近嘛，我可以写一些东西哦。所以啊，那我们议会来这边其实蛮快的，我们上那个东西向快速道路市民大道，下然后对下来就完了。那个难度就你卖不，今天你卖光华清车，啊，你狗仔拢在庙的对里，把你路线图讲清楚哦，你会去那里吃就对了。对，我们是下班和你一样，你是下班吃牛肉的。